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精华》第。 四十，四十条啊！第四十条 <coughs>，能与此事，端心正义，不为众恶，胜为大德。<coughs> 从。 这一条到下面的四十八，全部是揭露作事卧苦的三十五品。这一品经是佛告诉我弥勒菩萨。 说你们这些人能够在这个世界，指的是我们现前的社会能够端心正意，端心正意就是发菩提心，菩提心。 在本经，我常常引用啊，经题后面的一句“清净平等者这是菩提心的自受用。经论里面，经。 是指的《佛说观无量寿佛经》，经上给我们讲菩提心的体是至诚心，从提其用，佛法讲得清楚，这个作用呢，有自受用啊，有他受用。 自受用的，就是清近平等觉。啊，这是用什么心呢？在对自己，叫菩提心；对别人呢，大慈大悲，慈悲心呢是对人的，清近平等觉是对自己的，体是至真诚。早年。 在美国，啊，那是一个西方的环境。我介绍菩提心呢，就用这种方式，啊，比较具体。古大德给我们的解释，啊，是知心、深心、大悲心。 起心论上说的，《观经》里面讲的呢是至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经论合起来看呢，意思就很明显啊。所以，最简单、最清楚的，还是用《无量寿经》的经体好。 下联句，老居士汇集的这个本子，把全间的意趣都在经题上显示出来了。上半段，大臣，无量寿庄严。 那是果，下半段呢，清净平等觉，这是因，修因正果，所以这个题目非常圆满啊！大成是智慧，无量寿是大德啊！你看经论里面常讲德。 无量无边呐、啊，无量无边德行里面，哪一个德最重要？寿命，如果没有寿命啊，什么样的功德福报全落空了。总得有寿命，你才能享受啊。所以无量寿是第一的。庄严是美好。 没有一丝好的欠缺，这形容极乐世界啊！为什么那个世界那么好呢？首先，我们要了解，那个世界是大乘，不是小乘。大乘是以菩提心为枢纽。 为核心啊！换一句话说，人人都是菩提心啊。也就是说，人人齐心动念都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所以<是>端正自己的心性。 简单的来说，我们今天怎么个学法？这个很重要啊！凡是不合理，理是性德，与性德相违背的，不如法。 啊，法里面包括国家的法律、风俗习惯，都包括在里面。不合情，情是人情。中国人讲合情、合理、合法。啊，不合理。 不合法、不合情的，我们不但不能去做，应当是不要去想它，啊，不要去看，不要去听。那么，这个就是儒家所讲的“正心诚意”也。 啊，儒家做的功夫，用格无之知。啊，无是物欲，格是格斗啊,啊，也就是你要战胜自己的自私自利，要战胜自己对于那个物欲的牵连啊，你要把它摆脱掉，然后你的心就正了。 意就成了，啊，所以佛法里面讲啊，发菩提心、断心、正意，就是我们中国古圣先贤所讲的功夫啊，不为众物我,我。 范围也非常广，非常深。凡是不利于一切众生的，都是我。如果对众生有伤害的，那是大我。那么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 中国人所讲的“此时此地”呀，我们身在的这个阶段，在这个社会，我们可以说，不但是在中国，在整个世界，有史以来。 没有这样的主。我初学佛的时候，这差不多是六十年前了。我们读到《到弥陀经》，讲到五座卧室都有一点感到啊，释迦牟尼佛是不是讲的太过分了一点？啊，不，这社会还不错嘛，没有感觉的这个主卧嘛。 可是到今天、这个，这个这六十年之后看一段社会，释迦牟尼佛讲的一点都不假啊！三千年前呢，都被他讲中了啊！确实是做物到基础，做是我们今天讲的环境的任务。 物呢，是我们心底的人物。从个人到社会，这个污染太严重了。啊，做物就是污染。为什么这些年来，这个作物的发展这么快？ 从前的社会为什么？当然也有。我们要是从历史上来看，啊，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确实越往前面去，人心越纯正，环境也美好。啊，从历史上一个朝代一个朝代来看的时候，真的叫一代啊不如一代。但是。 恶化了，很缓慢，没有像现在这半个世纪，这半个世纪的恶化了，超过从前五千年。这什么原因？我想许多人呢都会想到大众传播。 这个东西不得了啊！啊，我早年在香港啊，第一次跟这个凤凰的刘长乐先生见面，我就告诉他：“我说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可以救世界，也可以毁灭世界。” 他说：“哪两种人？或者第一个，国家领导人；第二个呢，就干你这行的人。啊，这大众传播影响众生太大了。如果你播的是负面的，暴力、色情、杀到阎王，你把人全教坏了。你天天在教啊。” 如果你播的是正面的，你把人教好了。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不知道啊！现在众生为什么造恶业的多，修善业的少？我们要能能够啊，看到。 原因的所在，认识佛法，接受佛陀的教诲，应当在这个乱世，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真的要端心正意，不为众惑，给社会大众啊做一个好榜样。 这一段经文里的所说，佛是很感叹的讲啊，十方世界诸佛刹土啊，善多恶少，容易教啊，唯独我们这个世界，无诸恶事，最为。 巨苦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地区事先成佛，佛就是老师的意思。啊，佛来教化众生，教他什么呢？学无去无痛，利无烧。 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无是因，无痛啊，是花报；无烧是果报。 这个名词是佛教的名词，恐怕一些人还不太清楚。啊，因之道，啊，果有两种，一种是现前的果报，叫痛啊，你现前生活很痛苦啊。那烧是什么？烧是地狱，是未来的，啊，来生的果报，你要堕三途，要堕地狱。啊。 啊，那就非常可怕了，啊，所以地狱，东方人讲地狱一片火光，西方人讲地狱也画一片火光，啊，东西方我相信啊，没有通过商量的，啊，你看这个这个这个大致情形啊，都很相似啊，啊。 那么佛教我们断恶修善呢，得真实的福德。无是讲杀盗淫妄酒，就是无界。啊。佛家讲无界，这叫根本界啊，善恶的标准啊。 这个根本的标准，跟中国古圣先贤讲的五常一个意思啊。五常讲仁义礼智信，不杀生是仁，仁慈啊；不偷盗是义，不邪淫是礼。 不忘于是信，不饮酒是智。说的名称不一样啊，意思完全相同。啊，老祖宗告诉我，这个五个字叫长“常”，常就是须臾不能离的叫常，叫常道啊。 啊，我们中国人常讲人格，就是做人的资格，那就是这五个字。这五个字你去做了，你取得做人的资格了。啊，真的，一点不假。六道轮回，人道的意因是什么？就是这个。那么我们知道，这五个字我们要是做到了。 来生呢不是人生，你还是到人间来。啊，为什么呢？你居住人道的条件的条件居住，你不会到其他道里去。如果向上提升，那就得修十善。上品十善，佛跟我们讲是升天的。 中平十善呢，是人道；啊，下平十善呢，是阿修罗道。其实阿修罗也很复杂，啊，阿修罗除了地狱没有阿修罗，其他四道都有，啊，有天阿修罗、人间阿修罗、啊畜生的阿修罗。 魔鬼的阿修罗啊，阿修罗修的有福啊，啊，福报很大了，啊，但是好胜啊，就是好斗争，傲慢、嫉妒心很重，就落在修罗道里。 至于落到哪一道呢？那得看他自己修学的业因了。如果他修的是五常、五界，他就是人间的阿修罗；如果修上品十善呢，他是天上的阿修罗。啊，如果这个五界有欠缺。 或者他造的有罪业的话，他就到三途里变成阿修罗，啊，他福报是在的，啊、这个五条后头有详细的说明啊，我们先简单讲沙僧。 不是好事情。现在医学里头也发现了，这个杀生、肉食给我们带来很多疾病。 那佛法给我们讲呢，杀僧得的是短命报，啊，你的身体不健康，短命报，啊，所以佛法里面提倡素食，啊，但是佛陀当年在世，他们生活的方式是突破，乞食。 其实就不能要求、啊、素食，要求素食，你给人就不方便了。托钵呢，是人家给什么吃什么，心里啊清净，绝对没有执着。啊，所以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 还是印度当时那个风俗习惯。这个中国佛教的素食，是梁武帝提倡的。梁武帝度人切记，佛在经上讲，菩萨不忍心吃众生肉，他多了之后非常感动。 于是他就开始素食，啊，那么他是佛门的大护法，所以佛门呢很快就响应了，啊，这个在全世界素食只有中国佛教徒，啊，无论出家在家了，通通都素食了，啊，其他国家里头没有，啊，我们邻近的韩国、日本都没有素食。 啊，我们去访问他，看我们素食，觉得很奇怪；我们看他吃肉喝酒，看到也很奇怪。了解事实真相啊，就不奇怪了。啊，这是饮食的习惯啊，素食确实带给我们了健康长寿的国宝。啊，那么尤其是。 现前的肉食，真可怕了啊！我曾经有一次向方东美的夫人请教，啊，那老师已经过世了，啊，那么我是有义务啊，呃，照顾师母。 有一天，我向他请教：“我说，师傅，你先细细心想想看，你们现在吃的猪肉、鸡肉，跟三十年前所吃的味道一样不一样？”哎，他真的，他想了大概有五分钟，告诉我不一样。啊，为什么不一样呢？ 三十年前呢，养的那些猪鸡啊，都是养在外面呢。你不杀它，它很自由，它到处跑啊。现在的鸡关在笼子里头，猪关在猪圈里头，就好像人一样，终身渐进。那他做了，他那个心情怎么会好呢？啊，所以换一句话说，他的心情不好啊。 他的肉就有毒啊！你吃了他的肉的时候，你就中毒了。啊，如果你体质不好，那发作就很快；你身体很好，有抵抗力，现在讲有免疫啊，你天天在累积，累积个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还你的病发作了，并不是突然。 啊，是你累积所造成的结果，你不你不能不知道啊！啊，那么我们是断掉了。我开始吃素啊，是接触佛法不到半年，我就完全采取素食了。啊，我采取素是什么原因？第一个我知道。 佛家讲的这个素食的概念我，我我了解啊。我们一般人饮食啊，讲求卫生，保护身体啊。我在抗战胜利之后，在南京念书，我有个同学也是抗战期间就在一起，回到南京又在一起。 啊，所以我就没有住在学校，就住在他家里。啊，那么他家里面呢，也很很奇怪，他的祖母信佛的，天天念佛烧香；他的爸爸是伊斯兰教，他妈妈是基督教，所以这家里面就很多宗教，哎，但是很不错，相处啊都很融洽。 啊，可是，在饮食方面呢，那就不一样了。啊，老太太吃素，啊，那么这个这个这个回教徒吃的饮食是不吃猪肉这这些东西啊，所以他就吃就有差别。那么我就接触到基督教，接触到这个伊斯兰教，啊，回佛教没接触到。 啊，要看他们的杂志啊，看他们的这些呃经典白话文翻译的，我能看得懂啊。那么就知道啊，伊斯兰的饮食除了卫生，他讲求卫生。这些动物性情不好的他都不吃。那这为什么不吃猪肉呢？就是懒、懒惰、肮脏。 那为什么不吃狗肉？狗肉疯狂，很多不吃，奇奇怪怪的他都不吃，所以他吃东西有选择。啊，吃牛羊，牛羊勤快，啊，他有选择，他懂得为性，保护自己，善良的心情。那接触到佛法之后，佛法讲慈悲，哎，我这个呢就又高一级了，不但为生，为性。 还要为慈悲心，啊，保护清净心，保护慈悲心，这个方式好。这是我选择的头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时候是知道因果可怕。啊，我就想到了，我小时候大概从十五岁起吧，十五十六十啊打了三年打猎，杀了不少众生。 啊，这个事情很麻烦。那时候无知啊，这个事情已经做了，没法子了。嗯，要求忏悔啊，所以把这个就采取素食，而且呢，常常放生，啊，弥补过去这些罪业啊，无知所犯的，嗯，啊、嗯，素食。 五十八年了，啊，身体还很好，啊，这个素食对于身心健康啊没妨碍呀、啊，啊，我这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啊，啊，嗯、所以这素这个不吃肉啊对健康长寿的国宝，这是一桩好事情。 啊，张扬慈悲心的啊,啊，特别是现代的这个肉食啊，在这里我也可以记得了一桩事情，前前几年，大概是三四年前，我到庆云去玩，山东庆云，这个齐齐素平居士啊邀请我去的。 在那边呢，他们带我参观一个养鸭的，啊，他们也叫做这个这个这个呃呃养养鸭的这个场所，我去看，啊，这里面负责的人的时候，哎、呃，来给我讲解，啊，他们、呃、养的这鸭子很多。 告诉我，北京的烤鸭，三分之一了，是他们提供的，这个提供的。我们去参观，他递了一个小鸭，滴在手上，摆在我手上，跟我手掌一样大，啊，有这么长，很大了。他问我，他说发师，你看看这个鸭子。 出生多少天了？我说至少十天，啊，一个星期到十天吧，才能长这么大了。他告诉我，昨天出生的。我一一听这个话，我就带了，牙不能吃啊。他用什么东西喂的？用的是激素啊，叫他迅速的长大。 我说：“那这一个鸭子长大的，你拿到北京去卖的时候，需要多少时间？两个星期。我们以前在农村里面知道，鸭子长大了要杀的吃的时候，差不多要半年的，六个月以上啊。它怎么两个星期？这这能吃吗？不但这个不能吃，所以以后就告再告诉大家，鸡蛋、鸭蛋最好都不要吃。” 这多可怕了！啊，随着吃肉时，他怎么会不不得奇奇怪怪病呢？啊，原因在这里。你看了之后，真不敢了。那么第二个，偷盗，偷盗的果报啊，是贫穷。 人都想发财呀，啊，特别到中国过年的时候，你看把发财都挂在口上，啊，每个人都祝福大家发财，啊，哼确实，佛经上教给我们发财的秘诀一点都不错，啊，佛真的是很慈悲呀，真有智慧呀。 佛师门中有求必应，啊！但是要如理如法，啊，不如理不如法了，那是求不到的。啊，佛告诉我们：你想求，怎么个求法呢？不是。你想求财，你就修财布施。你想求法，求聪明智慧。 你就修法布施，你要求健康长寿啊，你就修无为布施。所以布施分这三大类呀、啊，啊，这个也是我二十六岁刚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给我的啊。那一些老人，我二十六岁，张家大师那一年是六十五岁。 他大我三十九岁，叫祖父辈的，他会看，看到我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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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子，命里头没有财呀、啊，啊，很可怜呐、啊，没有财富、啊，贫穷过宝，啊，过去身上没修金嘛。 啊，而且呢，杀业很重，要短命啊，寿命只有四十五岁，这个我很相信啊，因为我父亲四十五岁过世的，我还有个伯父，也是四十五岁走的，我的祖父也是四十五岁走的，我对于我家庭啊。 这个这个这个状况呢不太清楚，啊，小时候太小，十岁离开家乡，从来没有人跟我讲过我家里家世的事情，所以我的推想呢，学佛之后的推想呢，祖宗啊一定有杀业，啊，而且是很重的这个杀意。冤情债主多。 才会得这种果报啊！啊，所以幸好这一生呢，遇到张家大师，啊，他叫我修三种布施，嗯，劝我出家，劝我学释迦牟尼佛，啊，我这都是老师教的呀、啊。 把命运转过来了，啊！我没有想到要转命运，那时候年轻呢，不敢想这个事情，只是听这个这个、这个、接触的净土之后，只求往生，没有求长寿。啊！四十五岁那一年，真的害一场病，啊！我这个一生呢，真的没有害过病。 啊，四十五岁还查病，心里想到了，寿命到了，所以我也不看医生，也不吃药。我想啊，医生只能够医病，不能医命，寿命到了，那就不必找这些麻烦了，一心念佛。啊，在那个时候有四位学生照顾我。 啊，两个是台大的，一个是师大的，还有一个是辅仁大学的，有四个学生轮流照顾我。没想到一个月病就好了，啊，慢慢就复原，了，啊，复原还是继续讲经，啊，我三十三岁出家，出家。 <coughs> 就开始讲经教佛学院啊。那么我学佛，实在讲呢，最初得力于了凡四训啊，在没有认识这个这个方老师之前啊。 我认识了朱金周老居士，是个老人，啊，非常慈悲，啊，他送我一本《了凡四训》，我看了之后很欢喜，啊，看到了凡先生年轻所犯的这些毛病，我自己想想，我通通都有。 他还有很多长处，我想想，我都没有，我比他差很远。啊，这本书我记得，我用了两三个星期，啊，天天看，看了三十遍。啊，知道反省，知道要改过自新。啊，这个是，对以后。 这个亲近老师接触佛法了，有相当的帮助。啊，那么偷盗的果报是贫穷，人人都想富有，都想把自己的财富保持而不失去。 那你就懂得修因了，时时刻刻要存着有道心的这种人，他的财富啊，决定不能保持长久。啊，什么是道心呢？简单的讲，占便宜的念头。 啊，总想占一点便宜，这个心是道心，啊，我们一般人常讲啊，损人利己，啊，这是道心呐、啊。虽然没有行为，有这个念头都不好，对自己、啊、在财富这方面的时候、啊，都带来了损失。纵然过去生中修的有有一点福。 常常有这种念头啊，你的福报就打折扣了。啊，应当怎么样呢？应当要有观念，我能够损己利人，那个福报就大了。啊，在我们中国，真有这个人。 应光大师常常举的这个例子，范仲淹。嗯、范仲淹年轻的时候穷秀才，啊，在寺庙住在寺庙里面读书，啊，从前寺院的就是学校，藏经楼就是图书馆，啊，它里面不但有佛书啊，诸子百家，通通手手里都有。 所以读书人到哪读书？到寺庙，啊，在寺庙讨一个单，就是在里面挂单念书，啊，准备将来考试。寺庙一般都会答应你，啊，他在分配他一天工作，啊，你那扫地啊、扫院子啊，分一个地方让你去去去去打扫，啊，去工作。那么范先生有一天。 就在这个寺庙里面，这个大树底下了，发现有藏金、黄金埋在这个树底下，数量倒还不少，啊，被他发现了。发现之后，他用土把它盖起来，没人知道啊。啊，他没有在那里拿一点回家去，他生活很苦啊，一天。 寺庙里自己煮饭吃，每一天煮一锅粥，化成四块。啊，这个早晚只吃一吃一块。一说那个生活过得多苦？发现那么大量的黄金，不动心。啊，他也没告诉人。啊，一直到他以后做了宰相了，这个庙摔了，啊，摔了想修。 大家就想到，宰相从前在我们这念书念了好几年呢、啊，现在做这么大官了、啊，可以向他画画圆了。这个人找到范先生，范先生真大方，就是黄金啊，大概是几千两啊，这是，好、哎、也真是大宰相。结果写了之后没钱，范先生告诉他。 一到那个院子里头，哪一棵大树底下，你就挖下面的时候，我设的黄金都在里头，啊，让这个寺院拿这一笔钱的时候，把寺庙恢复起来了。你就想看看这个人的人品，啊，不动心呐、啊，哎，这个是没有人知道的，没主的。 这就这一天你就就知道了。那他做了官之后，真的，啊，国家给他俸禄不少啊，啊，真的是，出将入相啊，啊，他做过元帅啊啊，回到朝廷来做首相啊，他把他的俸禄。 养了三百家贫穷人家的主人，我们在古文里头有一篇《一田记》，就记载这个事情。啊，他自己的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啊，还是过穷秀才那时候过一辈子，所以他五个儿子。 里面有三个做到宰相，一个做御史大夫，还有一个好像是做的地方官，大概像像省长的样子。家道啊，一直到现在都不衰。所以，印光大师讲，家道不衰的中国两个人，头一个是孔子，啊，一直到现在不衰；第二个是范先生，八百年不衰。 这是，这是肯布施啊，没有道心呐、啊，啊，所以他们家的发呢发的是真大了，啊，这就懂得修因，啊，懂得怎样把富贵呀、啊、世世代代保持下去，欢喜不施。 得大福啊，大智慧、大德、大位，范先生都做到了。那么说到这个地方，嗯、我也有个同学来问我，我就想起了，他是家属。 啊，损人利己是卧宝啊！如果损人利人呢？哎、呃，代他修福呢？有没有这个？佛门里有一个永明延寿大师啊，这是我们净土中第六代的祖师啊，净宗的六祖。 他在没出家的时候，是一个很小的公务员，管出纳。啊，管出纳的。啊，他心底很慈悲。啊，常常看到众生被杀害的时候，啊，那个那个场面呢，他看到很难过。啊，要拿钱去买的放生。 没有钱，他待遇很微薄，他就盗用公款啊，那、嗯、他做处拿嘛，就盗盗用公款，就监守自盗了啊！干什么呢？放生啊！过了好几年，被发现了，他亏空要亏的相当多了。 那么这个发现之后，他的罪是死罪，死刑。但是问他，他承认，他他他他不隐瞒，我确实是到了，大概到了多少是不少了，好多年累积起来是相当多了。干什么呢？全放生，事情没有用，所以遇到这么一桩案子，啊，这个他的上司就把这一桩事情。 报给国王。国王看到这个事，奇怪，怎么会有这种人？啊，就下达一个命令，依照这个刑法来处刑，啊，把他绑到去斩首，交代监斩官看他，他要是怕死了，杀掉就算了；要是不怕死啊。 把这个人拉回来，高兴叫他说：“皇上，是我要见他。”结果绑到这个这个说这个这个呃刑场啊，确实他一点恐怖都没有。监斩官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一条命啊，换了千千万万的命啊，值得了。”结果。 建长官把这个事情报给皇上，皇上召见，很佩服他，啊，赦了他的罪，问他，你想做什么？他想出家。皇上护他的法，啊，这就这就成成为这个金宗的第六代祖师啊，那真有成就。 那么这一桩事情，如果是永明延寿的心去做这个心，啊，这国家赦免你的罪；要不是永明延寿这个心，你还要有名利心夹杂在,在里面，那你就有罪了。永明大师干这个事情，绝对没有讲自己名利呀、啊。他后来出家了，他又不要做官。 啊，也不要，也不要皇上赏赏赐，什么都不要。这一点一定要懂啊！学己为人呐、啊，度众生呐、啊，这是一种善巧方便的啊,啊！为国家修福啊！国家没有没有没有这个发这个心做这种事情为国家来祈福。 啊，为国家来消灾免难、啊，啊，不顾自己的生死，啊，自己死也欢喜，啊，也愿意，甘心情愿，这些，啊，不是这个不能学啊，啊，那学的时候就错了。第三呢，学人。 我们人人都希望家庭美满、家族兴旺啊。那么要达到这个目标，决定啊要禁止邪淫。为什么？中国古圣先贤教导我们。 万物淫为首，百善孝为先。佛经里面《敬业三福》第一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这摆在第一句。 我们看看，今天整个世界社会动乱，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很复杂啊！无论怎么复杂，“煞到银万九”啊，这五个字全都包括了。 啊，五个字里头最严重的，就是邪淫。为什么杀生呢？有邪淫引发的。为什么偷盗呢？也为邪淫引发的。啊，所以在一切罪恶里头，它摆在第一。那么今天整个这个世界，都在宣扬，媒体在宣扬，宣扬宣扬邪淫呐、啊。 啊，你看看这个、这个、这个媒体的镜头，你再看看广告，啊，无论在什么地方，你所看到的，啊，都在宣扬邪淫，好像邪淫变成时尚，变成一种潮流，那这还得了吗？这个社会怎么会没灾难呢？天灾人祸啊，都是从它引发的。 所以这个事情很麻烦了、啊。哎，也有人晓得的，晓得无可奈何，挡不住啊，啊，于是也就不敢说了，啊，而实际上。 邪人邪淫可以伤身败、啊、德啊！现在青少年许许多多的怪病啊，从哪里来？都从这来的。这个案例、啊、很多啊,啊，我们都希望。 媒体能够多报道这些这方面东西，啊，所以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几乎偏偏都谈到这个问题，所以他老人家一生极力提倡英国教育。 啊，我们以前知道因果很重要，但是并没有像他那么重视。我是在一九七七年第一次到香港讲经，啊，香港的圣怀法师、谢道怜居士的两个人要钱。 啊，那一次去的时间也最长，在香港住四个月，讲楞严经，住在九龙界仙街，谭旭老法师办的中华佛教图书馆，所以就有缘看到。 谭老收集的应光大师出版的一些书籍，啊，应光法师有一个红画社，实际上就是出版社，啊，红花社，啊，这个老人，哎、呃，那个时候我们才明了，啊，他很有名气，也非常受人尊敬，四众的供养，他所受的供养。 他自己没有用一分钱，全部用来什么？用来印经布施，他就干这一桩事情，啊，全部用来印经，流通法宝，啊，除经书之外，一切善书他都印，对，经论善书，啊，我在那里面。 白天为什么多的事情吗？啊，楞严经很熟，所以背课的时间很少，啊，因为我在台湾已经讲过一遍，所以到那里去讲第二遍，啊，很轻松，就看印光大师啊，弘化学的书，啊，因为李老师净土啊是印光大师传给他的，这是我们的祖师啊。 看看祖师东西啊，特别亲切。那么我看东西啊，拿书拿到手，我第一个看的是看版权页。如果这个书上印的版权所有不准翻印，这书我就不看了，啊，我就放下了不看它了。人家问我为什么，我这人心量太小。 很自私，不会写出好东西，不要浪费我的时间。<laughs> 我有这么一个习惯，啊，这是我选择看书的，是第一个条件，啊，我我要先看看版权页。那么在印光大师红发社出版的书啊，版权页里面看到的时候，让我感到非常惊讶的，有三种书，三部。 一个《了凡四训》，一个《太上感应篇汇编》，另外一个是《安思全书》。这三种书，我看它版权页，每一次印每一版，至少是五千五千册，不会少过五千册的。但是，一般都是一万、两万、三万、五万，他一次印这么多，而且他说。 多少版的密密麻麻的，哎也算下来这个差不多十几二十万。我简单给他统计，概略统计一下，这三样东西他老人家印这个印送的至少有三百万册，在他那个时代印这么大的数量，又不是佛书。 那三样都不是佛书。啊，我就感到奇怪呀，我我在想他为什么这么做啊？我想了两个星期，啊，终于明白了，英国教育，啊，再看他的文超的时候，跟文超人一生提倡英国教育，再看看。 周安四，他有两句话说的时候，让我终于明白了。周安思他老人家说：“人人性因果，天下大治之道也；人人不幸因果，天下大乱之道也。” 啊，这才明了啊！祖师的意思，要救现在的社会，最重要的是因果教育。啊，人懂得伦理道德，羞于作恶。但是那个还不踏实，为什么呢？明文立阳现前的时候，还会动心。 如果人人信因果啊，那个就像范仲淹先生一样，遇到那么大一、一、一一大堆的黄金啊，不动心了。他懂得因果。你命里有财，丢都丢不掉；你命里有财，你得也得不来，那不是你的啊，非分之财，不动心呐。 这是正确的啊！所以今天最重要的教育是什么？因果教育啊！因为懂得因果，不敢做我。啊！所以我们看到这“邪淫”两个字，真的是太可怕了。 啊，整个社会动乱的根源，一切天灾人祸的根源都在这里，不是小事。第四，忘语，不妄语，言而有信，诚信的人在社会上啊，自然会得到大众的信任。 尊敬，支持你,你的事业了，一帆风顺了，啊！所以人一生的成就，最重要的是要得到大众的拥护。要得到大众拥护啊，诚信是列在第一。啊，那我们要怎样？ 建立诚信，人际关系当中要什么样的？不怕吃亏，不怕上当。哎呀，别人向我们借东西、借钱，心里啊不要想着他会还给你，就没事了，你会很快乐了。 如果心里想还想还还给还给我呢，最好不要借给他啊，所以我跟这么多年来跟人往来、帮助人的时候，我就是出想着这方事情。我有能力帮助你，我就帮助你。啊，你还跟不还，我不放在心上。还很好，不还也很好。 人际关系不会产生破裂，啊，不会造成呢冤冤相报啊。这个人与人之间冤冤相报，总离不开财色，就这这两样东西啊，啊，把这个放下之后啊，你就自在了。 啊，所以望语是人人生在这个社会上最基本的一个条件，人与人相处啊。所以中国古人讲啊，人无信则不立了，你没有办法立足在社会。啊，可是我们处在今天这个社会，是个骗人的社会啊！找到一个诚信的人那是稀有。啊。 而且诚信的人，人家笑话你傻瓜了。哎，但是记住，祖宗讲的，傻人有傻福，<laughs> 所以傻瓜不错，他有傻福。哎，这个的这个精明伶俐的人呢，他后头有我宝、哎。他没有傻福，还是傻瓜好。啊，应该要学习。 我跟李老师十年啊，那是跟他求学啊。那么他老人家常常给我们讲，讲到学愚啊，是愚不可及啊。他一生想学这个愚啊，都没有学会啊。那在佛法里面，啊真正愚不可及的。 念佛没有一个不往生，而且往生的瑞相都特别好。啊，为什么呢？用现在人的话说，他头脑简单，没有妄念，他什么都不想，一天到晚就想阿弥陀佛，想个两三年，真的把阿弥陀佛想来了，欲知实质啊，自在往生。啊，像这个这个。 地贤老和尚的一个徒弟，锅炉匠啊，站着往上啊，站着走的，啊，走了以后还站了三天，等地仙法师替他办后事，这个可不是容易事情啊，啊，站三天呢，因为他住在乡下，乡下交通不便。 啊，地仙法师在关中寺住，他走了。啊，这个这个，有一些信徒到关中寺去报信，走路去啊，这一个来回三天呢。啊，没有交通工具啊。啊，这真的不是假的。 啊，所以许许多多这个念佛往生的例子，啊，我们这里距离新加坡很近的，我在新加坡的时候，新加坡老林长陈光别，啊，陈光别是一个佛教徒，但是对佛教是什么他不知道，是一般的信众而已。 到他生病的时候，他才听见。啊，生病在家躺在床上啊，不能出去啊。啊，跟李梦媛居士说，这个这个居士林法师在那里讲经，啊，听说有这个录像，啊，那时候还是叫录像带啊，没有光碟。李梦媛刚才有，你把那个东西搬回来，给我听听。 哎，搬回去之后，他每一天听八个小时，听八个小时之后，他就念阿弥陀佛，啊，累了就睡觉，醒过来不是听经就是念佛，两年啊，他就透消息给李梦云，他想往生。 啊，李文圆告诉他：“不行，现在不能走，你走了之后，居士林会乱，啊，这个人事方面不稳定。”哎，求他，现在不能走，他就答应了。啊，又过了两年，你看四年，又过了两年，啊，居士林人事都安排好了。 他走了，啊，走之前三个月，是他的家人告诉我的。他在一个纸头上写他日期他好像是八月几几是是几几初期还是哪一天是写了十几个，写了十十十几页写的呢。家人呢不知道什么意思，也不敢问他，就是那天走的。啊、三个月之前，他把日期写了十几个。 写在一张纸片上，啊，欲知是知啊！他往生前一天找我，我去给他做三皈依，第二天就走了。啊，走了之后还出现了怪事情。啊，走了之后、啊，我们那些这个这个培训班这些同学，啊。 四个人一班，轮流帮他租赁，日夜不间断。啊，就有一批回来了学生，这个回来的时候，连县有个杜美璇居士，女孩子，她就中了邪了，就是。 灵鬼附身，口里的吐白沫，啊，就说话了，说什么他是老灵长灵光别的冤亲债主，人数很多，嗯、啊，他说今天他们看到灵长往生极乐世界，非常欢喜，啊，我们也不抱怨了，求说求。 听经，啊，到居士林了，求听经，求皈依，这好事情啊！啊，求皈依，我们马上就给他做三皈，啊，听经。那居士林的这个这个人就告诉他了：我们这里这个讲堂，你就到讲堂就听好了。这讲堂光太强了，他们受不了，啊，要求在斋堂，就饭厅，在饭厅里面呢。 播《地藏经》，他要求指定要听《地藏经》，啊，日夜不间断。我们播了两个月，大概他们通了走了。这是居士林同同学，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啊。啊，所以你真念佛，真修行，真的往生，冤亲债主看到你，不再抱怨了。 啊，要想跟你学习，要沾一点光了，啊，到居士林去听经念佛去了，这是我们亲身经历的。最后一条，酒，酒能迷惑人，无界里面。 前面四条啊，叫性罪，你不受戒也有罪，啊，但是酒呢属于遮罪，不受这条戒饮酒没罪，不像前面四条，前面四条犯了，不管你受不受戒都有罪，啊，那受戒是两重罪。 啊，因为有个破戒的罪啊，酒是这罪啊，这是什么防止怕你酒醉之后啊犯前面四条，是这个意思。如果你这个酒饮酒不犯前面四条四条呢，那根本就没事情啊。但是为什么还要坚持不饮酒呢？ 要做一个好样子给社会大众看看，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老师跟我们讲课的时候，讲到这个五戒九戒的，他老人家说了，他说：“假如我们每个人的酒量啊，都像郑康成一样，大概释迦牟尼佛就不会定这条戒了。” 郑康成是汉朝大儒，马融的学生啊。马蓉知道这个学生呢，真的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个学生将来成就决定超过自己。啊，老师也有嫉妒心啊。 不希望有人能超过自己呀、啊！啊，所以带着同学他回家的时候，在十里长亭啊，给他践行，啊，给他践行啊，每一个人敬他三杯酒，他一下喝了三百杯呀、啊，是三百杯典故就从郑康这来的，啊，目的是想把他灌醉，啊，在路上的时候想谋害他。 哎，可是他三百杯酒之吃喝下去之后啊，一点小小的礼节都不识，这真叫海量啊！只是历史上恐怕没有第二个人了，啊，那真叫海量，聪明极了，啊，他准备走的那条路，他走了不远，他走岔路，走小路走了，啊。 真的成为一代大儒啊！《十三经》里面的《三礼》是他注解的啊，所以“三百倍啊，有这个典故啊。嗯、那么酒的开源特别多，中医里头中药用酒很多，那个可以用的开源，药用开源。 年岁大的，这佛家真是慈悲呀、啊！七十岁以上，啊，出家人七十岁以上，身体不好，酒可以帮助你，帮助血液循环，可以用、啊。但是要有量，就是一杯，不能多喝，你当做药用，啊，这个可以用。另外就是呢。 这个烧菜的时候可以做料酒，配做佐料，这个可以用。它开源很多啊，宴会当中啊都有酒的啊，那个酒的时候一杯，你想想说，绝对不会喝醉的。 嗯、这个可以有，啊，这多半是什么？在家居事，在宴会场大，大大众之下，可以。啊，我也遇过好几次了。啊，第一次是在北京，国际饭店遇到一个同修，美国的华侨，在那个地方啊，给他儿子。 举办婚礼，啊，他那个媳妇啊是日本人，啊，所以他是在这个北京做生意，所以中国政府的许多官员都参加了，政协主席、副主席给他做证婚。 啊，那么我那一天是从楼梯上下来，他上去，我们碰到了，碰到之后也把我抓去了，啊，所以我看到的是那个有日本那方面有不少人，啊，是这个女方的，啊，他这一方面的时候也很多，啊，也拉到我去做证婚，所以就变两个证婚人了，是好，一僧一俗。 <laughs> 两个证证婚，啊，这个这个这个那个证婚的老先生名字我一下想不起来了。林黛的爸爸，电影明星林黛，也是你们知道，他的爸爸啊，我们那天在那个场合见面，啊，临时拉去的，当然就没有准备蔬菜了。 那坐下来怎么办呢？再吃肉边菜吧，啊，对、嗯，面前一杯酒，啊，我跟他们一样举杯给他们敬，他们看到我，哎，佛教可以，我说可以，只要不喝醉没关系。哎，那那佛教可以修啊，<laughs> 所以借这个机会呢，就把佛教在那就展开了就，就就让很多人接触到了，所以这是一个。 因缘，啊，我这机，我们讲机会呀、啊，不能错过。你看，有中国这些高官，平常你遇不到的，啊，还有这日本，日本在中国的一些事，大使馆的使节，啊，都让他们了解什么叫佛法，啊，他给提出的问题，我来给他解答，啊，关于佛家的素食，啊，这个九九戒就讲清楚。 哦，对，原来是这样的。那这个我们都可以做得到啊，只要不喝醉，啊就行 <coughs>。所以佛法呢，真的是合情、合理、合法啊，它是活活泼泼的，每一条街都是活的。开斋吃饭了，啊，这叫开戒，这不叫不是破戒，叫开戒。 啊，有这个与机缘的时候，要懂得开，不开，那你也是错了。啊，该吃的时候要吃，啊，你不吃也错了。啊，完全要看当时的环境。啊，那么这是我遇到的事情，啊，我还有个朋友。 啊，也是同乡，啊，真的是小同乡，我们住在农村，他那个村长跟我的村长能看得见，所以距离不不很远，啊。那么他告诉我一段事情：抗战期间，他们是跟戴笠的，就是做特工的、特务工作的，在南京被日本人发现了，被日本宪兵发现了。 他们有两个人，那发现抓到之后啊，那是死刑啊，而且会死得很惨呐、啊。哎、啊，这两个人就跑到中华门外雨花台，那里有个寺庙，就跑庙里去找老和尚，求老和尚救他。老和尚立刻把他头剃掉，把海清一穿。庙里正好了在念佛，就叫他进去进去。 跟他念佛，那个日本宪兵队来的时候，包围起来，到处搜查，没搜到老和尚救了他的命，救他命。抗战胜利之后啊，哎，到这个庙里去，老和尚还在。为了要感谢老和尚，就办了一桌酒席啊，请老和尚，啊，把老和尚请来了，才想到。 老和尚吃素的呀！我们今天一桌都是鸡鱼鸭肉，就是这个东西，这怎么办？没有想到这个老和尚真厉害，大家坐下，老和尚举杯，一样给他们吃，他们佩服的五体投地。我、哦、说这是真正的佛教，对，嗯，老和尚借这个机会呀、啊，度这些人啊，啊，这些人通通种了佛法这个种子了。 啊，所以这个就，这叫开缘，啊，这个不叫破戒，这叫开戒。啊，换一句话说，可以牺牲自己，成就别人。啊，这是真实智慧呀、啊！所以他们才知道佛门里头太伟大了，啊，不是一般人想象的，有人想错了。 啊，这佛法是活活泼泼的。佛在这个地方教导我们，要断杀到阎王求，啊，断无修无善，无善呢，翻过来就是无善。 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是无善的、啊。啊，佛法，无论是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啊，中门教下，它的根就是这五条。 啊，所以，他跟儒，他跟道，在根本上都是相同的。如何能够把它具体落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今天呢，利用儒家的《弟子规》，利用道家的。 太上感应篇，跟佛法的十善业道，这个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儒释道的三个根。在古代，我们可以说，在形式上啊有儒释道，在实质上呢没有法子分割，它都学。 啊，我们净土宗第一代的祖师慧远大师，虎西三笑啊，那就是儒释道啊。啊，陶渊明是儒啊，下个路道是啊，那是慧远大师儒释道啊，好朋友啊，通通都是，你看佛。 学佛在以前，出家人四书五经都念过、啊，他懂，他不是不懂啊。老庄是一定读过的，所以儒他也学道的东西，要学儒的东西，要佛法啊。那么学儒他也读经，他也读佛经，啊，他也读老庄，啊，道长呢也学儒。 也学府啊，所以实际上的三家的典籍，通通都在学习，所以外表上这个形式上有儒释道的分，内里面早就融成一体了，啊，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所以我们今天，啊。 劝勉同学们的时候，要扎三个根，道理在此地，啊。<coughs> 那么这五戒，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都必须要遵守。那、啊、那佛还要遵守吗？佛遵守，佛做样子给人看。我说佛都不不守不不吃这个戒了，那别人就不相信了。 啊，别人就生怀疑心了。佛也做，啊，所以你看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他的日常生活都是做给大家看的。 啊，他何必要修那种苦行呢？如果说学佛都是这么样辛苦，这个世间人还有谁敢来学佛？啊，把人都吓住了。佛在经上常常告诉我们呢。 学佛的目的是什么？破迷开悟，离苦得乐。为这个，我们才来学习的。物质生活苦，是一般社会人士他的错觉。 那实际上呢，简单的生活比什么都快乐。你没尝到、啊，你尝到才晓得真乐啊。哎，你看他住在野外，啊，日中一时，树下一宿，不怕风吹雨打，日头晒。 那是什么？金刚不坏身呐、啊！但我我们没办法比不上啊！我们要是到野外去，在那里去呃住一晚上，第二天肯定到加护病房了。你怎么能跟人家比啊？啊！金刚不坏身是那样炼成的，修成的，一生不改变。 啊，佛舍在家的时候很活泼，很慈悲。国王大臣、花园别墅，啊，用来供养他，他接受啊。啊，竹林精舍、奇树界孤独园，那都是非常美好的地方，他在那里讲了不少经啊。啊，离开，财产通通物归原主。 我们现在讲，释迦牟尼佛接受的是使用权，不要所有权。如果要所有权呢，那个一千二百五十五人会打架。为什么要争财产呢、啊？要争地位呀、啊！啊，他没有财产，所以大家心都是定。 佛陀灭度的时候，是在野外，在双树林间，不是在房子里面。这都是做给我们看的啊！就是彻底放下了啊！天天教我们放下，他真放下了。 啊，每一天，他的生活，我们现在懂得了。他住在哪里？他住在石宝庄沿图啊。我们看不到啊，真是石宝专业图啊。啊，为什么？佛讲的两句话，我们都大意了。 相由心生，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金刚不坏身，心生的，静水以心转，啊，我们看到这个建设环境不好啊，他看的环境是非常之美的，他心他转的，啊，那我们举个最明显的例子，吐蕃。 啊，别人供养这一这一波饭，一波饭不是一家的，好几家托托的这一波饭，啊，佛通常叫人是七家，可以托七家，七家如果饭还不够的时候，就不能再要了，不能到第八家去，那说你又贪心了，啊，决定不能过七，啊，如果两三家的饭够吃了，就不到第四家去了。 我们现在懂得，他那个饭菜的是一到他的口里面就变成妙味了，他会转嘛？啊，就像江本博士那个水实液一样嘛？嗯，他是什么心？他是什么样念头？把所有一切这个食物都都转变成最好的美味。 啊，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释迦牟尼佛路上遇到乞丐，乞丐见到佛了，想到什么呢？过去僧中没有种福啊，贫穷做了乞丐啊，现在遇到佛，这是无上福田了，赶紧把自己讨的这个东西就供佛。啊，有的时候那东西很难吃啊，味道都变了馊了，啊，可是佛接接受，还在当面吃给他看。 啊，那个一接受佛那个念头一转的时候，他就不会了。乞丐吃的跟佛吃的一样东西，不是一个味道。啊，我们现在懂得这个道理啊。所以，静随心转。啊，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身体啊，自己可以转变。 啊，疾病从哪里？疾病从不善念头、不善的行为带来的。如果心态一改变，这个病自然就好。啊，找医生可以，不找医生也可以。啊，它自然会好的。啊，那我们居住这个山河大地，现在灾难这么多。 如果心态好的时候，这灾难都可以避免，啊，不会发生的、啊，什么地震呢、啊，啊，飓风啊，旱灾、水灾都不会不会发生，风调雨顺，全是由人心。 啊，就我们看到师尊为我们介绍的西方极乐世界都美好！那、啊、华严经》上给我们介绍的毗卢遮那佛的十宝图，我在讲经的时候常常提醒同学：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没有差别。 完全是一样的，你是有差别，那就错了。那为什么现在我们这个灾难这么多，苦乐不相同呢？我们的心情不相同。西方极乐世界，届时，祝上善人聚会一处。啊，换一句话说。 他们的五界是圆满的，百分之百的；他们的十善也是圆满的，也是百分之百的，没有丝毫欠缺。所以，他显出极乐的境界。那我们今天看看，实际十相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条条都有欠缺。 啊，无界别摆在面前，也不完全，他才会遭难呢、啊。啊，甚至于我们起心动念完全违背了，把他都忘掉了。啊，以自己自私自利，以自己名文利养来做标准，那还得了吗？啊，两个世界差异呀！ 真正差异是我们的心态的差异，不是其他的。啊，要记住“静随心转”，所以懂得这个道理，我们才晓得如何化解灾难，如何拯救危机。这才知道啊！啊，那佛要度众生，用什么度？教学，大家都觉悟了，大家都明了了。 大家都把心态转转回来，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啊，这不是迷信啊，这是事实真相啊。我们念佛，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要记住，佛灭度的时候。 跟当时的弟子，也包括我们后来的弟子，嘱咐了两句话：以戒为师，以苦为师。啊，这个苦是什么？世间人认为苦，你自己入这个境界，这就乐，它哪有苦呢？啊，你看世间人看我们吃素食，苦啊，这多可怜呐、啊！ 啊，那我们吃素食的人，我们看他说，他很可怜的，那天天在试毒啊，饮苦试毒啊。那是我们比他好多了。你看，个人观念不一样，啊，苦乐标准不相同。啊，所以说，这是讲一般世间人认为的苦，灾难我们不怕，啊，我们都能够承受。要把无戒释相。 啊，《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这个根要扎稳，我们这个佛号啊，才产生效果。如果这个根没有，佛号念的再多都不能往生。啊，为什么？佛在经上讲的很清楚，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 我们今天因缘有了，我们的善根福德没有啊？这个不能完成啊！啊，还有就是佛在经上说的，这是希望极乐世界，都是上善之人聚会一处。啊，那我们知道，佛在经上常讲，上善要不生极乐世界，是升天的。 啊，欲界天是上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十善往生的。啊，也就是说，我们想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持接就是这个《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做到的这个标准，要达到升天的条件。 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所以应该努力修善啊，努力去断过修善，一心念佛，决定得生净土啊！所以我们要记住啊，西方极乐世界住上善人聚会一处，我有上善啊，就有资格。 入他们的这个团体啊，一切事出事件法，它有个原理原则，善与善相应，恶与恶相干。啊。照着恶业到哪里去了？所以我们一看，佛在经典给我们讲。 设法界，第一个业因就明白了。啊，因缘很复杂了，无量因缘，无量因缘呢？最重要的啊，佛是平等，平等心；菩萨是六度心；人觉是因缘心；声闻是四谛心。 啊，天是上品是善，慈悲喜舍；人是无界、无常；下面，畜生是愚痴；恶鬼是兼贪；地狱是尘灰。所以贪嗔痴叫三毒烦恼。为什么呢？他干的。 是三我道啊！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自己要警觉到，我这个念头一起，跟哪一道感应啊？如果跟六道轮回感应的，马上要改呀、啊。 我们念念都是阿弥陀佛，那就跟西方极乐世界感应。十法界里头没有阿弥陀佛，对阿弥陀佛感应只有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这个重要啊！啊，什么都要放下，都不要去计较，啊，心里面就是阿弥陀佛。 除了阿弥陀佛之外，绝不放在心上，啊！世上随缘，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与一切众生和睦相处，啊！给一切众生做一个好样子，什么好样子呢？心里有佛，那就是好样子。啊！与一切人。 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和睦相处。在现前这个时代，一般傲慢的习气非常严重，傲慢嫉妒。那那我们要学，做样子给他看，我们学谦虚，学对人尊敬，啊，学全心全力成就别人，帮助别人。 学己为人，这做样子给人看嘛。啊，这个叫急功累德了。啊，去无痛，利无烧。啊，去无痛是先行。我们的生活快乐。 我们没有痛苦啊，痛苦在哪里呢？痛苦都是在自私自利，有痛苦；明文立扬有痛苦；贪求无欲六成的享受有痛苦；啊，贪嗔痴慢是自己内心里的痛苦，叫五阴之身。 啊，我们把这个放下了，他怎么会不自在呢？怎么不不快乐呢？啊，随缘什么都好，什么都喜欢。我们修就是修这个。啊，所以修行行是我们的行为，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都是行为。啊，行为错误了，把它修正过来。 这叫修行啊！所以，首先正知正见呢，跟佛同一个之间所以天天不能离开佛经。离开佛经，那我们就自己的妄想做主了啊！天天读佛经，用佛经对照我们的念头，对照我们的言行。 啊，佛经是正确的，我们要真正相信。为什么？它是从自信里流露出来的。啊，我们呢是从烦恼里面流出来的，烦恼里面流露出来痛苦啊。将来果报啊，在地狱，那个烧就是指的地狱。啊，用五烧的时候来代替三土，啊，就是三土。 着重在地狱啊！真修行，现前你所看到他的，肯定是发喜充满，长生欢喜心啊！这眼前呢，啊，你再仔细看呢，他身心健康，家庭和睦。 事业顺利，啊，人际关系非常美好，啊，为什么呢？他诚信、谦虚、恭敬，他会得人尊重，他会得到很多人自动的来帮助他，对你并不是要求的，啊，很多人自动的来帮助你，花报好，果报一定好。 花苞不好啊，果苞就有问题啊，所以这是我们不能够啊不知道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